礁危机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呢。别跑！跑哪儿去了？这边，这边。我就在前面。怎么回事啊？我记得是前几天爸爸在黑松林找到的树胶，结果捉迷藏时被我们弄了一地。爸爸不在家，只好求助你们了。爸爸一走，你就把家里弄成这样了。放心，都交给俺们吧。我来帮你。姬姬，交给俺吧。来，看熊熊的力量，看帮你拔出来。熊大加油，加油！呀！哎呀，快就好了。熊大，没事儿。糟了！熊大，别过去！不行，这树胶粘性太强了。俺也没法拔出来。要不我们试试用水冲一下。先试试吧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不行，还是一动不动。这可咋办呀？毛毛，小心脚下。毛毛小心！阿瓦哈达，变变变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，团子。帮忙的熊大和团子也被粘住了，难道我们要一直被困在这儿吗？也许我们可以在黑松林那边得到一些线索。黑松林？对了，桌子上有爸爸留下的黑松林地图。好，熊二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毛毛，你留下来照顾大家。再见。往这边。好像不在这边。熊二，来。毛毛给的地图上说
当看见一棵奇怪的大树，就是目的地了。我的墙里面有奇怪的东西。什么都没有啊。放松一点，这黑松林其实也没什么让人害怕的。你总算躲过去了。熊二快看，是树胶，看着应该是同一种树胶。那棵树也有。这应该就是那棵奇怪的树了吧。吓俺一跳。熊二，我们四处找一找，看看有没有线索。小心不要碰到树胶了。光头强，这里面没发现啥。我这儿也没有。是啥东西？大甲虫。俺们可能打扰到他们了。飞过来了，小心。熊二，他们又过来了，快跑呀。熊二小心。百变枪水弹发射，糟了。大甲虫呢？熊二，光头强，你看，甲虫帮俺吃掉了手上的树胶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甲虫没攻击你，反而帮了你。这是？难道？来来来，这里有美味的树胶哦。真乖。来这边。原来他们是因为树胶才追赶我们的。太好了，毛毛他们有救了。肚子好饿呀。都过了这么久了，熊二他们不会有事儿吧？难道他们在那儿也被粘住了？别猜了，吉吉，俺们应该相信他们。俺们回来了。熊二，光头强，甲虫，拜托你们了。终于挣脱了，自由了。棒棒团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你们怎么知道这个办法的？我们在黑松林里碰到了这些甲虫，发现他们喜欢吃这种树胶，所以我们就让他们过来帮忙了。黑松林甲虫，哇，太神奇了。毛毛，什么事情这么热闹啊？棒棒团你们怎么都在啊？爸爸，你可回来了。怎么了毛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毛毛爸爸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都怪我没把树胶收好，真是太危险了。多亏你们啊，棒棒团。不客气，毛毛爸爸。说起来，俺们还得感谢那些甲虫呢。他们还在吃树胶呢，真是个贪吃虫。谢谢。